看到于大哥的婚礼的新闻。这有什么关系？你很奇怪吗？陈松勇同桌阿哥听于天家女暴怒跳针。天大跟我怎么关系？因为等下于天大哥也会来啦。关这有什么关系？这很奇怪，你不听话呀？他会来跟我怎么关系？小优还要走吗？22号关怀演艺人员春节餐会，不少资深艺人受邀出席，开心的场合，永北一听到于天两字，突然爆气了。你们这些女孩子啊，不是找事的挑拨。恭喜一下，于天大哥！恭喜，我恭喜你！谢谢永北啊，永北新年快乐！不要生气了，不要生气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不是，我那天也爬多宽，多宽？哎，我叫我儿子6000。所以你跟我刚才打招呼吗？我看他在画掉，不晓得怎么招呼啊。我们想说要今天要和解一下，也没什么和不和解，大家都娱乐动新闻，谅解他，谅解报道。